欢迎您持续锁定《好友台湾》，我是张嘉如，淑丽早安。嗨，嘉如早安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早安。啊，淑丽，今天台北起床，我觉得蛮凉冷的，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啊？我这边更凉冷，好冷啊！哇，所以淑丽，你现在是在桃园大溪这边哦。没错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全台湾啊，气温最低的地方啊，就在我所在的地方。今天清晨的最低温啊，在自动车站在大溪来到了16.3度吧。不过呢，虽然清晨这边啊很凉冷啊，但是呢，淑丽是满满的热情啊。因此呢，今天呢、啊，你说冷不冷？我今天蛮冷啊，暗哥哈，我现在呢可是热情洋溢呢，因为我们要来介绍给大家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次淑丽来到大溪啊，有新的体验呢。我发现原来桃园大溪这么好玩呢，嘉如。尤其这一种天气，我真的让人很想要秋天来旅游一下。有什么好玩的啊，淑丽？我告诉大家啊，其实呢，对桃园来说啊，以北部地区来讲啊，真的都近得到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如果说呢，像我这种啊，既不会哦骑脚踏车呀，啊，不要开 auto bike， 你千万不要开车，怎么办呢？我告诉大家，有一种旅行的新方式，其实也不是新方式，因为呢，它存在很久，那就是搭着台湾好行趴趴 go。哎，说实在的，台湾好行啊，真的好方便哦，因为呢，其实全台湾啊，台湾好行啊，有好几条路线，但是淑丽从来没有搭过大溪线，而且呢，这大溪啊现在变成快线哦，到底有多快呢？哎，这下子我们就要邀请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了，我们要邀请我们桃园哎管理局的杨局长。你好，你好，来，我们要一起比个爱心。杨局长啊，哎呀，活力一天满满的开始啊！是，哎，恭喜宅哈，搭台湾好行游台湾啊，本来就是一个最轻松，而且最平价、最环保的方式，没有错，对，没有错。很多人我相信啊，可能呢大溪线没有搭过，没有搭过，我举手，我没有。我们现在已经改成大溪快线。大溪快线啊，到底有多快啊？我们的起站点哈，以前在中坜火车站，现在改成高铁站。对嘛，这样方便多了。因为现在大家的习惯都已经跟过去的通勤圈不一样了，是。所以我们特别把它安排在高铁站，尤其它也是我们的基捷第18站 ，H8 站，所以很快的，你只要在高铁站对搭上车之后呢。然后就经过第一站我们的这个购物中心，那到了购物中心呢，哎，到了购物中心，哎，有亮点哦。是的，没有错。哎，说实在，出来玩不外乎就是买东西吃东西啊。对，我告诉你，昨天呢我也去呢那购物中心好好给他逛一下，哎，我发现呢超好逛的，没有错，桃园，而且这一逛啊我就不想出来了，昨天还买了一顶新帽子，哇，一定很漂亮。是很漂亮。因为桃园的购物中心现在非常的多，对，那接下来呢，我马上就会搭上我们的高速公路，是快速道路，很快就到我们的大溪老街了。之前还会有一站叫做原住民文化馆。哦，原住民文化，顾名思义了，这里面陈列了许许多多在桃园地区的原住民文化了。是桃园，对，那当然喽，大家一般呢人比较多的就是来到我们的大溪老街了，对对对。哎，说实在哈，大溪老街啊，我以前呢也来过好几次，你知道吗？是。但是呢，到了大溪老街，我都是哈倒光脚脚，我就登机啊。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我昨天啊，哎，搭着台湾好行到了那个大溪老街啊。对。昨天呢，哎，有理事长啊，哎，带路然后解说，对，我才发现原来。哎呀，我以前真的糟蹋了大溪老街啊！没有错，你现在忏悔是来得及的。来吧，局长，你也赶快来跟我们讲一讲大溪老街。外行人真的是看热闹，但是内行人就要看门道了。我们的大溪老街其实有三条，大家都以为只有一条。大家比较习惯的是和平老街，事实上我们还有一条
中山老街以前叫做新南老街，现在这条街哈，大概文创的店非常的多。另外还有一条老街呢，叫做中央老街，又叫做打铁街啊。所以你就知道过去的产业非常的丰富。对，这三条街呢，现在呢也都有民宿。所以像蜀里常常很早就要来报道的哈，晚上可以住我们的民宿。有，我也发现桃园现在的民宿啊，哇，也是啊，风格哎很多元呢、啊。那么尤其我们来到大溪老街，昨天我一看啊，真的是令人惊艳啊。尤其呢，我们这个巴洛克式的是建筑啊，哎，融合了闽南建筑，哎，真的是相当特别，而且保留的相当完整。没有错。昨天理事长呢就带领我们啊，这样来看了一招。我们呢先来看看我们昨天的 VCR 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请看。请看。好，来蜀里来看喽。我们大溪老街这边最漂亮的就是我们的牌楼。那我们这个牌楼呢，今年刚好是100年。100年了。对，你看一下旁边有一个即位年。对，其实这个是当时1919年那时候盖的。所以在牌楼上面其实有祖先的期许都在上面可以看得到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想要多子多孙，我们这里会放的图腾就是南瓜。哦，有哎，就在那边。对对对对。那还有呢，如果你想要叫你家的小孩用功读书，在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鲤跃龙门，或者是龙头鱼身的鳌鱼、独掌鳌腿，这上面都可以看得到。听说里面还更好看，对啊，你要去吗？对啊，我们待会往里面去看一下。来，漂漂亮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好美哦。这是一栋老街的洞天呢，这是一栋老街的双拼的长条街屋。好，一般我们老街大概都是长条街屋，可是这一栋是两双拼的。哇，哎，这里到底什么地方啊？怎么跟老街的氛围哈差很多哎？我们这边是最代表大溪的一个人文茶屋。哦，对，所以你看，所有的东西都有大溪在地的特色。哦，例如说这一道这个腐乳手卷，它其实里面它的皮不是面皮，它是用豆浆去做的皮。哦，所以是豆皮呀。对，然后里面呢，我们加了豆腐乳。那最主要这些茶都15年以上，都是老茶。首先我们会把这个茶放在这个瓮里面，然后把它碾碎，让它的所谓的茶气比较容易起来。喝茶嘛，我手冲的哦。对。这跟手冲咖啡的概念有一点。概念是一样的。对。所以来这边呢，我们希望消费者有不同的体验，除了吃到好的东西之外呢，你能感受到食材的好。对。哇，你可以看到啊，现在老街真的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哎，而且哦，你看这个喝茶哦，还有手冲的，所以局长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其实我们现在的老街越来越多元了哈，而且也把这个文化啦、艺术都完全融化在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这个饮食方式当中，还有文创啊这些商品当中，没有错，因为现在吃的包括吃的东西哈，跟过去都不太一样了。过去大概只是美味的功能，对，现在是不只是美味，事实上它还有一些文化的底蕴也加入到我们吃的文化里面。没错，尤其像是啊，以大溪豆干来说的话呢，如果你没吃大溪豆干，就等于没有来大溪嘛。没有错。小时候呢，记忆中啊，这包装都是黄色的包装哈，这真空包。但是呢，我们百年老店的哎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哇，您从啊这个祖父对不对啊，这样一路传承下来啊，到了你看我们年轻这一辈啊，你看完全解放了。董事长完全不一样了。哎，我觉得啊，您的茶房啊，真的给这个所谓的豆干百年老店豆干很不一样的思维耶。其实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大的平台，对，我们希望呢透过这种饮食的文化，然后还有当地的一些在地文化，把在地的一些特色商品再推出去，对，推出去。所以说你看我们以前刚才聊到说，哎，以前都是用黄色包装，对，都是这种，那其中就是干干扁扁的嘛。那到现在我们这种大豆蛋白的商品，除了健康之外、美味之外呢，包装更是讲究，对，所以我们已经卖到全世界了，卖到全世界，是的，不起啊啦，一点。走出国际了啦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推广的是说更健康的，对，把它回归于食材的本身，对，像做的雪花饼，那一般就是零食嘛，对，我们加了豆类、豆渣在里面，那对，而且这雪花饼都是用豆类去做的哦，不一样，一般来局长不要客气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豆渣牛轧糖，牛轧糖大家以为啊也都是牛奶做的，结果呢其实也都是用豆浆做的牛轧糖。哎，你吃
我真的第一次吃到所谓的是豆浆做的牛轧糖，然后里面加了海藻糖，糖度是一半，然后里面还包豆干哦。我跟你讲，果然豆浆做的牛轧糖，那个咬下去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对，而且很健康。所以可以多吃几块。所以这就是新一代的豆类制品。对，而且更健康了，对不对？更好吃，更健康。而且我觉得啊，这个董事长啊，他也把不仅是健康的饮食带进来了，而且他本身热爱艺术，所以呢，他把这些艺术跟文化整个都做了结合，我想这就应该是观光最高境界了。是的，没有错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啊，大家呢来到大溪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是看热闹啦，不要只是吃个豆干就走啦，应该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啊，这在地的一个文化特色。当然了，如果说想要来旅游，来一趟轻旅游的话，天气好不好就很重要了。今天真的是天公作美，本来还担心会下雨，但是你看老天爷给了我们好天气啊。现在呢，在这个大溪这边阳光已经露脸了，我们赶快来看看了。其实啊，从卫星云图当中你可以发现，今天啊，因为呢水汽减少，持续还是东北风影响，那么所以呢，今天清晨最低温啊就落到了我们桃园大溪啦，只有16.3度啊，海关好外套都没带啊，哎呦，刮刚好哦。所以啊，什么叫日夜温差大？其实呢，在地啊，在当地就可以体验到什么叫日夜温差大。那么当然了，另外也有个新的消息要告诉大家了。哇哦，今年的第20号台风浣熊飞出来了啦！我本来还以为这只浣熊生不出来的，结果没想到凌晨2点生出来了。不过呢，这个浣熊它有点营养不良啊，因为呢整个大气的环境啊，其实呢不利于它呢继续的发展，所以呢其实很快它就会减弱下来。不过呢这几天当然它还是以台风的姿态，所以这几天来看的话呢，算是东北风影响，今天水汽减少，但是周休假期就要注意喽。它外围的水汽可是会影响着北部还有东半部的天气。当然，就今天来说的话，各地阳光都露脸没有问题，北部、东半部偶尔局部会有一些零星降雨。因此呢，我们从雨区预报当中呢，您可以发现，事实上呢，就今天 L 号位收窄号就比较偏重在哪里呢？那就是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地区的偏东侧，还有山区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呢，在东半部宜兰的部分。花莲、台东其实都是非常零星的，那么大概呢降雨都比较局部。当然，一方面基隆北海岸到宜兰局部呢，短暂雨，但是看起来也会比昨天来的缓和许多。中南部当然还是持续给它晴朗的好天气，午后山区偶尔局部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雨。那么当然，未来这几天的天气变化来说的话，北部地区今天的天气哈是美败哦，可以出去逃的哦。按刚哈礼拜六、礼拜天来说的话，水汽会略微增加。那么有些地方呢，看起来。这个哈云量比较多，偶尔阳光露脸，偶尔透透光，但是呢，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。当然，降雨比较明显，还是以山区为主。另外就是呢，在整个桃园以北，其实呢，偶尔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雨的。那么至于中部地区，就完全不受影响喽，天气一路好到底。但是呢，要特别注意。真的是日夜温差大，尤其中部地区的日夜温差甚至呢可以将近10度到12度哦。那么至于南部地区，当然天气嘛就好哎，大家拢出大日头，暗光哈透中岛的时阵哈一点啊小热哦，在时要有一点啊凉凉，所以哈这个时节啊真的温差大哦，要小心，千万不要感冒着凉喽。那么东半部很抱歉哦，这个周休假期来看的话，水汽就会比较多，因为呢主要就是受到这只浣熊。台风它很外围水汽的影响，那么因此呢，包括了宜兰、花莲、台东，甚至呢在北部地区桃园以北的话，都会有一些短暂雨。东半部呢降雨的情况也是会比较明显的。所以咯，看起来这个周休假期虽然讲哈一点啊落雨啦，按讲哈应该雨袂足大，所以呢可不可以来大溪呀、局长？当然一定要来大溪玩了。而且哈、现在呢提倡这环保低碳的旅行方式嘛，所以呢大家哈，真的啦，你想哈，尤其周休假期啊，在大溪老街啊，人挤人，车挤车的，根本要找停车位都很难。不妨呢，跟随着熟力的脚步啦，局长在这边，还有我们百年豆干店的哇，年轻一代的董事长马里佳，我们一起呢，要邀请大家呢，搭着这台湾好行啊，一块来到我们大溪，一块来到我们老街，品尝这个呢，轻旅行的文化。
艺术之旅，我们一起喊说，来，大家大溪一起来游玩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来来，大家一起来大溪来游玩，把时间。